想着能够一直在舞台上唱歌的张赫轩，今晚能为自己赢得那英老师的最后一个入队名额吗？第二次站上舞台，心里有点忐忑，比第一次感觉要紧张多了。这次演唱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，也可能和之前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。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也知道现场只剩那英老师最后一个席位，我非常希望那英老师为我转身。熟悉的歌，急死我了。上次唱那首歌跟杨坤合唱来的。对，我是真心感谢杨坤老师，谢谢。我恨你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今天不唱无所谓呢？这个命运就是这样，在对的时候遇见了错的人。我觉得他上次要选我来的，结果为什么今儿老衲就选他？这很奇怪的事儿。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。你只能跟我走了，走了。